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去钓个鱼吧。然后首先人在我家车库，现在大家看一下我的给息啊。来来来，就这个，特别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。这个架子呢，我记得我刚开始买的时候，钓竿只放到前排，大概六只，然后就我现在不到几个月，后面也满了。然后今天主要是带我两个朋友去钓鱼了，他们玩路亚一段时间了哦。镜头 take 一下。今天有土豆，没有。还有帮我们长进的阿雄，来来来来，阿雄来来。哦，听说刚刚睡过头哦，睡过头是不是？啊、哦，等一下请吃早餐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装备收一收，就准备出发了。现在这个地方是豆腐园的往上游一点点，它那边是高铁桥，这个好像是国道一号吧。等一下，从那边下去哦。从那边。哦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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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赌到你是行不行啊？你大概跌倒你就到出海口，你知道吗？今天一群疯子哦，直接从水坝上面走过去，这非常危险，但是记得一定要穿速吸鞋。好，这样子才会比较安全一点。来，部队听口令，福利隐身一杯。好，现在因为这边其实水还蛮清的，所以我们先用水标来试试看。那我想，如果遇到一些比较饥饿的卷仔，哦，他们应该是毫不犹豫的就会来啄我们的饵了。对呀、啊，哦，对呀、啊，哎呦，哎呦，真第一条奖，土豆中鱼啊！你那傻小，你是中鱼网吧？哈哈哈，那个放网的也是很缺德啊！不错，不错。我第一卷电视扔起来。像卷仔，它其实是一个喜欢急流的鱼类。但是他也会喜欢在那个急流跟缓流之间穿梭哦，所以假如现在那边有急流，你挑一个比较缓流的地方，或者是挑急流里面直接丢都可以，对吧？原来是这样。然后如果中鱼的话，我们声音尽量小声一点，因为它是一个蛮敏感的鱼类哦，对啊对啊，就怕把其他鱼吓走。对对对，因为它其实都是一群在待在那边，对你钓上一只，其实那个点可能还会有两只、三只、四只，都有可能。原来如此，好没问题。哦。现在在经过一个草区啊，一个障碍区，因为前面那边有一个还不错的标点，我觉得是可以来去试试看的。来看一下，前面那边。中鱼！一下，够水咬哦。小只的啊，宝宝小条开，中鱼了，对，哈哈，比较有力一点点，但是水啊，哦哦哦，哎，这只蛮肥的啊。对啦，今天第五只啊，嘿嘿嘿，终于中一只大只。对啊，这只应该35左右。行啊，咬到副钩啊 ，skate， 怪笑，怪笑，怪笑，这一块，这一块。你们丢，你们丢，快！这边咬很凶啊。嗯。前面那块，你随便丢。
他们躲在那个缓流后面。哦，好，没问题。啊，有吧，有吧。哦，有啊，有啊。中了，哦、中了，中鱼了，中鱼啊，就亏来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呼呼，我没敢让鱼飞回来。就这样欺负他、哦，这耳块跟他一样大只。Omega 八十大狗种的、哦，你看这耳块跟他身体也一半一样长了，超级大。现在应该听到我说话吧？虽然风有点大。好了，差不多是这样子。我说超慢一点，对，超慢一点，超慢一点就好。中鱼，中鱼啊！哎呦，有啊有啊有啊！捕到中鱼了。大只的吗？好像还不错哦，不错不错哦。鱼了哎、欸！你不要硬干哦，是挂底吧？有啊有啊！有，每集都挂底，但是哎、欸、你那个刹车放松一点。对对对。哦，赶快把它叼回来，叼着它。有吗？有还有还在吗？还在。来你慢慢来就好，它一直都会在，因为那个激流会帮你做合。哦，你慢慢来就好。把它收回来，杆子不要平。你的张力要保持住哦，张力保持住。好，我不能像你一样这样子把它干回来。不会不会，我这杆子打虎的，你知道吗？哦是哦。好吧，我这个是打 buff 的。什么东西？卷啊！卷哦，一定是卷。我有点不太相信自己，这是鱼吗？是啊，卷啊！快点快点叫！哎、欸，回来了，有感觉。你要拉一下，你的杆子要抬。有哦，底下。哦，体型还不错哦，体型还不错，35哦，应该35哦。我觉得可以耶。哦，水呀、啊！哦，冲！孩子，没力了吧？我拉不回来，终于起鱼自己来啊！哦，得奖感言，得奖感言，来，拿着你的卷卷，哦，出哦出、欸，这个好大只哦！有，我觉得可以，30几到40左右，我觉得这是可以，挺肥的，很肥啊！第一次没有打亏耶、啊，终于，跟老司机来就没错，对、啊，跟着 Omega 就没错，啊、跟着老司机不打亏，安安好。没有，都不咬。哎呦，还有5分钟的机会，五分钟的机会是吧？好，有嘞。中了啦，5分钟，哎，才刚讲就到了。从入到现在48秒就中了，18秒是吧？哎，但这个铅笔对他们有太大只了，所以基本上他们咬到很有可能都是被扒到身体哦。来跟观众讲一下钓卷仔的要点。钓卷仔要点啊？对，就是要找到鱼啊，找到鱼啊，对吧、啊？我觉得主要是标点啊，标点很重要，像是一些浅滩啊，然后急流后的缓流区啊，我觉得都算是一个标点啊。像我现在这个地方就是非常宽广，对吧？它这个非常宽广，然后通常食物会在这边沉积啊，所以这边的密度会稍微再高一点这样。哇，中鱼！哇，中哦！哎，我要中鱼啊！是啊。哎，又是一只何氏鸡泡，好小只哦！这章鱼啊，笑死，好小 Ken 哦！哎，快跟我耳一样大嘞！对啊，我把我耳卷回来给你看，一样大只啊！我耳那么大，他超凶的，他刚刚就一直追。我耳，你看我耳刚刚快跟他一样大。哎、欸，来拍一个比较，拍一个比较。
终于，哎，哎呀，好走。刚刚那边那个树下超多的哦。哦，终于，哦下。哎，冠兄，这里超多的啦，树下。随便一只啊，我刚刚已经两只了。有啊，我在录啊。终于，哎呀，跑掉了。哎，好像有中，好像没中。靠，这超小只的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刚下来一只哦，超小只的，它的身体跟饵都差不多大了。可见这种卷仔真是非常凶的鱼哦。阿才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旺财，走，我们走了，走。然后叫一只狗，它卡在岸边的草丛，我们把它抓出来，不然下次大水来的时候会把它给冲走。我现在把它抓到人多的地方，看有没有人可以救它。鱼哦，哇，这是粗哦。他刚在那个边边炸一下，不知道有没有录到，应该是没录到。哦，这只不小哦，大的大的，哦，粗了，粗的，哦塞，哦，刚刚在那边石头爆水花，还好带竿是粗的。想跑啊！哦西！这肥啦，这超肥的啦！哦，好大啊！这是肥的。再把它几勾，它吃的很刚好哎。对啊。你帮我。变个焦一下，变个有大一点的背子，有对对对，没办法，哈哈，还有一个，耶，很肥的啊，要特写吗？好，来吧，来啊，会啊 ，OK， 会啊，都录影的，哦，在过晒太阳，哦，安妮啊喂。终于上来了，好了，结尾了。好，我们先总结一下今天的成绩。土豆，你先说，你今天钓几只？我今天钓，你要说是用钓还是用网？就是你今天有总共有中鱼的几只？哦，总共有两只啊，两只。哦，算一只半啦，你现在是勾到网子，帮你抓到鱼。可是你救了他，对你算你算好事一桩，算好事。OK， 你中几只？我中六只，你有六只，对，还行还行。我大概也是中四五只左右，但是我有一只大概五十左右。对啊，好了，那今天你们两个都有开壶，谢谢。身为导师的我觉得非常谢谢老司机，谢谢老司机，觉得非常的欣慰啊、哦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到这边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是 Omega， 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